人间痛苦，就能有很大的效果。好，开始玩喽！动作快点！结束了，你赢了。人间痛苦，就能有很大的效果。肉衰败，精力永存。我没护啊！他母亲加速要按呢。
接近，接近！点点痛苦，就能有很大的。血肉衰败，精疲永存，时候就要到了。老师，眼看末日。暴风城的所有人都要感受我的痛苦。这场你赢了，我什么都不会讲。点点痛苦就能有很大的效果，还参观校园的吗？更多血肉衰败，精疲永存。我谁来办呢？是说我好像搞不清楚方向了。心别停，力咱呀写。参观行程结束了。真正需要安呢。我去无数。接近。一点点痛苦就能有很大的效果。
会假。血肉衰败，晶体永存。大自然只会为我停留。血肉衰败，晶体永存。雪崩了。谁人敢跟我顶撞？一点点痛苦，就有很大的受苦。
亮亮的东西就是拿来砸的。破坏他们的魔法，闪亮亮的东西就是拿来砸的。参观校园的吗？哎呀，老师，来参观校园的吗？速度可见呢。一点点。
剑痛，血肉衰败，金皮永存。能混好哇、啊！暴风城的所有人都要感受我的痛苦。校园的吗？我居无数，睁眼看往日，就要到了。有虚无诞生的力量。衰败，金皮永存。一点点痛苦，是很大的效果。结晶，保持警戒，危机四伏。
血肉衰败，精疲永存。脆弱的树，睁眼看我，结晶。脆弱的心灵，使用 TC-130心灵错位器。结晶，结晶，血肉衰败，精疲永存。我去无数，血肉衰败，精疲永存。暴风城的所有人都要感受我的痛苦。血肉衰败，精疲永存。
生命、成长、快乐与朋友。一点点痛苦，就能很大的受苦。前进！我会想你的。血肉衰败，精疲永存。来参观校园的吗？参观行程结束了，结晶。我比你快七步。参观行程结束了，结晶。之中，一点点痛苦，感受过。来参观校园的吗？参观行程结束了。力量会凋零，无情才是生存之道。力量太强大了。点点痛苦，就能有很大的收获。
参观校园的吗？睁眼看末日！参观行程结束了。校园的吗？封城的所有人都害羞，我的血肉衰败，行程结束了。参观校园的吗？血肉衰败，参观行程结束了。你踏进我的陷阱啦！
点点痛苦就能有很大的效果。参观校园的吗？参观校园的吗？推翻旧主人的时候到了。来参观校园的吗？衰败，精疲永存。全都交给我吧。
术。我去无术。结晶，解剖了。据我的推算，你要冷静一点。当然有听过，别动起来。衰败，精疲永存。我去无数。跟我一样，尝尝死亡的滋味吧。参观校园的吗？我的牌没了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我的牌没了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我的牌没了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我要更努力学习。衰败，精疲永存。来参观校园的吗？火神手。
程结束了。结晶！退路的先例。老师，我死了。我的手才满呢。一点点痛苦就能有很大的收获。还是会笑远的吗？手牌满了，你可不是我的老板。别丢，这还可以吃。参观行程结束了。一点点痛苦就能有很大的效果。参观行程结束了。睁眼看末日。我的手牌满了。血肉衰败，精疲永存。结晶！我手牌满了。城的所有人都感受我的荣耀，对吧？队即将耗尽。
人生者。你可不是我的老板。